大家好，欢迎来到微微的股市私房菜，我是微微老师张真微 Vivian。好，我想今天台北股市终于是不是今天还有一个 Happy Friday？ 不管大盘到底是涨了几点，也许涨个12点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的股票。微微老师提供给大家盘中扣讯，跟进的股票涨停。好，我想没有别的事情比这个更重要。来。进到我们节目平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把上面的 QR code 还有 FB， 包括像是 Light FB 扫 QR code 进来，因为扫进了这些QR code 也等于就扫进了财富。而且很重要的一组密码是什么？没错，大家都会念了啊，0800370888，0800370888。好，最重要的是台股周线连七红，更重要的是，同学们，你的股票，你的股票，你的股票有赚钱，而且还赚了不少钱，还记得吗？同学们，我们盘中的扣讯，我们赶紧跟大家讲，除了盘这个开盘的时候立即哦，这个易德哈6461的易德立即就攻上涨停，除了这一档之外，那么还最重要的是还包括像是剑桥这一档，因为它的母公司嘛啊，所以已经连续好几天，对不对？魏老师这几天，我们并不是说只有盘中扣讯跟大家讲，我们在股市私房菜里面早就已经端出私房菜了。更重要的是，它有些是涨，有些是说跌，什么时候涨可以进，或者是什么时候涨不可以进，这些部分都有美稿的。那比较重要的是，今天恭喜我们微微家族的大朋友小朋友哦，尤其是前一天嘛，哈，我们刚全新一轮哈加入的我们十个，我们微微老师，我们自己啊亲自带的哈，我们这几位朋友好朋友啊，我们亲自带的微微家族的成员，是不是啊？是不是？什么会费啊？这个3两就赚回来哈。那所以我们在易德的这一档是之前呢、这4位会员哈，会员朋友你们是续约啊。新的一轮的专案，你们续约，所以这个每一位啊，这4位好同学，你们都是至少涨幅有到目前为止，光以易德这一档哦，哇，将近50%，对不对？说实在，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标股，你也知道它的密码，但问题是说，它是每天都在涨吗？不是嘛？什么时候该进？进的时候才有机会赚到重要的钱，而且是赚到涨停。好，请拨0800370888，0800370888，财富就在你的眼前，要不要掌握？同学们，聪明如你，记得看到节目就记得赶紧拨电话来。那他的母公司剑桥，哎，我们也有进啊，只是也许幅度不像这个易德哈，它这个波段涨的幅度这么大。那一个是做，因为我们魏老师已经跟很多次跟大家讲了啊，他们主要是做一些跟呼吸道有关的啊，相关的这个新药的这个就是制药。所以目前易德它是做那个鼻孔吸入剂，好，反正它这方面哦可以专治一些哮喘啊什么哦。那也是占有全世界目前为止有大概是前9名哈，有的说7名，有的说9名，全世界前9名的这个市场的份额，这个样子的一个规模，所以哇，这易德哈这个票悍哈，那这个剑桥一样也很票悍哈，那剑桥这母公司哈，易德母公司也是剑桥哈，他妈妈专门是在做那个艾克坛，有没有？很多人今天讲说，他又打出了一个新的市场嘛，哈，开放了一个新的市场，也是用他的艾克坦，好，已经获得的那个药证哈。那所以今天这个剑桥一向它的这个股价比较温吞，对不对？比起易德哈，它是温吞很多。但是不论怎么样，今天来至少大概在这个12点多哈，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涨停板。好，所以恭喜我们的微微家族的好朋友，对不对？那其他6位新的同学是不是？好，那个虽然你看了一下，都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几位啊，4位同学嘛，这个我们的这个旧的会员哈，资深旧的会员，他们实质上赚到这个涨幅，但是你们自己今天这个有进到这个剑桥的，对不对？好，
有进到剑桥的，其实也正好就是搭上一个财富直通车最重要的一个第一步。所以美食这个已经是一段时间来讲，什么样的时机发动点，该不该近期抠，随时注意魏老师盘中扣讯。好，那还有易德这一档，大家可以看到在最近的经济上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回哦，各位同学，当它离开这个波段的整理区间，有没有好离开这个波段整理区间，嘿，就开始了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我看一下我们是不是这个把指挥棒弄大一点来，我们现在这个指给大家看只要来到这个整理区间，我怕同学看不到在突破这个整理区间，今天算不算是一个漂亮突破？是，而且过这个波段的就是过前高了所以这一档我们今天我们并没有让同学们出完全出，其实我觉得这一档我们还是可以稍微再等他一下。那当然了，他经过这方面的整理，接下来下个礼拜不一定每一天都能够这样发挥，对不对？但是你看一档，魏老师让各位我们的资深的旧同学旧朋友，我们魏家族的旧朋友旧同学，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甚至沿着月线就有机会沿路往上喷高，至少这个七月中嘛到现在就已经赚了将近50%各位，有这么容易吗？有这么容易吗？所以听到这里，该拨电话、该聪明拨电话的人，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赶快进行事不宜迟，今天小周末嘛这个礼拜五那我没有让大家出，但因为魏老师觉得有更好的一个时刻点。好，那这些部分要怎么进怎么出，什么样的价位好能够让大家有机会买得起这张碟，好，随时留意老师扣讯，而且不要忘记 Light 很重要加入 Light， 让你随时我们只要加入 Light 的我们的好朋友魏老师就送给大家一份重要的这个八月非常重要的这个观盘的重点的相关的资料那这份资料想要的同学是完全免费的，想要索取的人请加上我们的直接加上我们的 line at Asia588 ASIA588 加入我们 line at， 你记得一定要发那个贴图，否则魏老师不知道你已经来了而且加入，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同学你们就要掌握了这个在剑桥经过整理，你看它跟这个易德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平台之后今天这带量，所以我并没有让大家立即这个出脱持股，我觉得在接下来我们可以稍微再等一等，而且还没有好消息的话随时可以发动，因为近期我觉得这种做呼吸道的当然不早就在 COVID-19 之前他们就做这一类型的但我觉得这个近期他们这个表现让人很惊艳，所以记得随时再留意魏老师我们这个盘中扣讯，而且随时就可以跟老师取得联系，那么发了贴图老师随时就可以给各位一份免费的关于近期不论是生技啦不论是网通方面的相关的资料，想要索取的同学记得发 Light 里面发个贴图给老师，魏老师一定立即找专人帮大家服务。好，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像是剑桥像是易德他们也许在这个Q2 这个公布出来的也许也是差强人意特别是易德，可我说实在他累积今年也有年增将近就是有33%，那这个母公司剑桥有33%但母公司剑桥他自己本身那个艾克坦近期除了他的这个艾克坦他们的相关的产品他们有经过重要的认证突破在海外的市场，那基本上他 Q2 也交出不错的成绩单至少他比起易德所以这个母公司剑桥他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落后补涨行情呢？请随时留意魏老师的盘中扣讯。好，那今天小周末了比较重要的是我们的台股稳稳的都守住季线，有守住季线，但是问题在于五日线呢昨天失守之后今天也是没有完全的成功收复，但是还好完全都有大家持平守稳了，那今天小涨了12点，指数15408点，
但我觉得，勉勉强强大家都知道，其实背后其实就是我们这些看不见的手，好，手稳在这里，好，这个手在手稳，所以只要国安基金进场，国安基金在这场域内，好，你就会看到。当然，有些人认为啊，这是一个死鱼盘呐、大家不太一定能够，喉咙痒痒的，算不算一个呼吸道？没有了，开玩笑，喉咙痒痒的，应该要吃一些生剂之药哈。哎，不好意思啊，真的是要喝一点水，冷气开得太强。好，继续。好，那当然台积电哈，暂时啊，今天暂时休息哈。你台积已经休息两天了，就不能每天这样天天拔高的涨哈。这到时候还要再看哈，这个到时候它既有它的节奏跟策略，而我们前一段波段已经先出了一部分嘛哈，但是我们还是留了三分之二哈，我们到时候会该什么时间点最好的时机获利哈，请收微微老师盘中扣讯。好，那今天当然非常有表现的，不要忘了哈，这个群创，因为市场上一直传出一个什么样重要传闻，是不是？面板双虎，他们准备要合并了，变成一只大老虎，而且当然了，大家想当然而应该是友达来并群创嘛，哈。那因为群创也陆续哈，这个鸿海集团也基本上开始把经营权跟各方面做了一部分的，已经开始把这个相关的跟母集团啊，就是跟鸿海之间开始已经在有做一个放手的去处理，所以这个市场上一直传言讲。假设哈，你看今天这个群创就要给你拉到涨停，虽然前一波段大家都知道，外资一直拼命进友达，这个面板双虎进了友达也进了群创，但那不知道逼一下逼棒对不对？哦，果不其然就传出，有可能这个381的群创有可能怎样被并进友达，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群创都量好大，对不对？好，那这样子已经有21万张的量。从何而来？你看外资是不是？好，投信也赶快先进场去抄，所以你可以看到近期这黑龙江干单了哈。外资还是比较灵敏，对不对？好，外资好，反倒是这一两天虽然有点倒，但今天我相信外资啊，这个老谋深算，好，所以3481的这个群创，好，今天真的是市场上瞩目的焦点，好，不夸张哦，哈。居然还最后搞到了全市场这个交易量哈，今天台股指数指台股哈交易的这个成交量最大的，所以21.78万张哈，21.7万张，有戏对不对？有戏，所以面板双虎好。之前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啊提到这个非常 juicy 的面板双虎，他们的时机到了吗？哎，公布出来，不论法说或公布出来营收获利表现都惨哦，哈，也直白的告诉你他们很惨，一边在说他们很惨，好，营收也不好，哦，从今年累计到现在跌了2-3成，然后7月营收继续公布，营收状况不好，哦，这个。年增跌幅都将近50%，金败对不对？欧都败败，外资为什么拼命买？好，外资为什么拼命买？同学，你想清楚了，所以要知道重点，什么时候可以进，或者是不要进？好，我们只告诉各位哈，近期这面板双虎，魏老师会把 Q 出来，当然有原因，对不对？请收微微老师盘中扣讯。好，你看哦，Q2 美股还亏个0.59哈，这种成绩还交出来啊。不过他们是景气循环股，所以其实说实在，大家留意一下，你如果去看它本益比，当然不能看。好，啊，本益比说实在，大家会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办嘞？去年这么漂亮哈，2021年全年呢，你看。到了 Q2 不得了了啊，景气循环，又是库存，又是干嘛的，打得乱七八糟。去年本益比，哈，今年还能持续吗？啊，就算没有本益比，它有没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比对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它是不是可以用价值
就是净值比，是不是？所以它的价值，外资先看到，对不对？我们也一定要找个机会，趁外资已经进场，他先去抄底了。也许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但是，微微老师能够让各位提前比外资跟投信前进一步，前进一步获利。好，所以各位同学不要忘记哦。那元泰有没有非常 juicy？ 昨天已经跟大家报告，我们就不重复了哈。金鸿，那当然今天也许不像昨天哈表现的这么凌厉。很多人想到近期啊，这个大盘跟个风火轮一样啊，这个三太子的哪吒风火轮也没有你转得快啊。资金一下子你看一直哈那个看不见的手，或者是包括像投信也好，连台股连四十买，买的满肚子。那基本上他开始啊，一边买一边转动，一边套利获利，套利获利之后，钱到处在跑，不同的议题题材。魏老师这边是用心预期，里面已经帮大家掌握到投信追踪投信的筹码，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追踪了外资的筹码，所以面板一个币下面棒，好，这就是为什么魏老师已经好几次，好，我们在股市盘中都有这个口讯，所以。要掌握到一大段像元泰好大赚 35% 的机密方式跟方法，不要错过。各位同学，这次好那个我们开放了10个名额，24小时之内有4位同学你们是重复再回来，好，而且很快就直接看老师这个 影片、哦、我们发了这些讯息之后立刻好，各位老师自己也觉得多多少少会觉得闻到知音的味道，所以不要去涨，不要忘记啊，这个元泰大涨 35% 的机密，那有些部分可以出，有些部分不急着出，谁是下一档的元泰啊？易德也不完全哦，除了易德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几档，我们帮大家准备好，如何掌握到第二档的元泰，请跟微微老师盘中口讯0800370888。0800370888，好，机会是给随时坐在等微微老师扣讯的人。八月的私房标股，好，每天帮大家精选持有股，掌握在手里，你放心，这绝对是可以让你股票换成现金流动最快速的一个管道，而且不让它套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不要忘记扫 QR code， 不要忘记。掌握真正的标股密码是什么？复习一下：0800370888，0800370888，等你的电话进线哦，拜拜。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